那个女孩现在搬到郑宇家了。你是海珠吗？夫人她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这孩子你不认识吗？是不是海珠？看看上面的血型，不对吧？要继续跟昌熙见面吗？就凭你这副德行，认为配得上我们昌熙吗？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不会因此动摇的。喜欢昌熙胜过我的理由是什么？我就不可以喜欢你？为什么昌熙却可以？愿不愿意去跟仁华结婚呢？你是要我去当入赘女婿，吞掉天地造船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未来戏剧台《五月的情海》。